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Kevin 今天要跟你推荐这个女人我最大 YouTube 频道，里面呢可以看到我分享的美妆好物、彩妆教学，还有流行穿搭。赶快订阅女人我最大 YouTube 频道 ，Kevin 在这里等你哦。第二位是我们的新同学啊，苏中仪。哇，我只要在路上看到有女孩背这个包，我都很佩服。因为不要小看这种包，它都是沉的。对，我先说一下，就是从你家到这里来播报新闻，你也要背这个。对，哦，为什么？我以为你是带那种很熟女的包，可是这个很 man 呢。对，其实因为我私底下其实是追韩族嘛，对，也不止，就是你知道，我个人就是追求一种帅气。好，我们来称一下，老师辛苦啦。不会，你今天回去应该会 take you。不会，应该比丽文的轻吧？3.55，才差0.4吗？比你的轻哦。麻烦你老师，我来猜3.55。但是我一定要说哈，欣美姐，我要说你根本就不用把它拿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的包就是我就是一个包装包的笑，所以我的包包，你看，等一下你听我说 ，OK 哦，我没有，我接纳东西非常的简洁，我就这样大开口之后，我什么都一目了然。OK， 那我可以拿出来看吗？因为这有在卖的，我知道外面有没有很赞？有，哦，这样子啊。哦，这个也可以放在车子后面吧？对呀，这是从车子上面拿起来的吧？并不是，好吗？这不就放在那个驾驶座后面？对呀，还有在那个卫浴间挂在那个浴室旁边的。对对对，我的颜值比较高，也可以，欧多拜。这个颜值还不错。对对对，欧多拜的箱子里。对呀，这边还有个 computer。我有 pad， 我有 pad， 因为我工作上需要。这里还有啊，其他还好，也需要。前面你们都说还好还好。这有我的名字在上面，是不是应该带？哦，它很轻啊，哦，鼻子有洁癖吗？它带鼻，我就是会鼻 OK 啦，希望它分门别类的弄好。对啊，它有整理控。有哎，它有，好干净。它有整理控，就这样没了。哇 ，OK， 我们来投票，快点。这是什么？副手。哦，他的欧巴。什么？他的欧巴。护手霜，就是好像欧巴牵着他的手，谁啊？怎么啦？他跟人家朴宝剑，他跟人家小女生一直追欧巴，哎，怎么？而且我刚刚有发现啊，他背的那个后背包啊，其实也是一个就是韩流大明星丁海寅背的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有看姐姐这个，你知道这个戏吗？我知道，是哎，我没有在注意看她的包哎，啊，真的吗？因为刚刚她拿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像是，因为我喜欢后背包，经常请吃饭，对对，经常请吃饭。你喜欢这个演员，还是喜欢这个角色，还是喜欢包包？都喜欢男主角，男主角。还有，因为我自己就是经常请吃饭的姐姐。哦，等一下，刘可赖，欣美姐没有问题。我很久没有这种朋友。欣美姐，你知道她很狠哦，她前面背这个包，她到后面几集的时候，她就换这个。No， 她换了一个看起来很像，但材质不一样的。所以我有两个。这种自入行销有多成功？真的，因为也很好用。那你也去买一台那个脚踏车啊？对啊，对呀。有没有？那你怎么没有买这件外套？而且你看那双球鞋，还有对球鞋，还有这个脚踏架，耳机怎么可以没有？还有后面这套鞋啊，对呀。他真的很韩呢，他所有东西都是韩国的，保养品的随身包。我没有多的东西，对不对，凯文老师？他真的没有什么。其实如果他我没有任何一样是可以被丢掉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跟我的一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跟我什么不一样？好，我一定要说，我们每天他们节目制作单位都印很多 round down 给我们。那我地球王基金是带状的节目，你知道，我每次要拿很多。那我早期都是用手写，我现在把它全部整合到这里面，我就不要印纸张。手机也可以啊。但手机真的比较小。讲别人，他现在一直在讲你。因为妈刚刚都一直讲。因为他这个是有文书处理的，我是有文书处理。你拿文字处理，你是回粉丝团，所以那个是我的工作，所以他有笔哦。你那不是免洗，不是那个快，我有免洗快在这哦。但是这个是这个的笔，哦，触控笔就对。对，其实你们认真说真话，我没有一样需要断舍离吧？哎，对耶，我们还没投你票哎，当然，就没有啊。我就说我就不需要啊，对不对？我真的不会删呢。对，如果他可以都可以整理这样的话，那除了他真的他很爱欧巴嘛？是。那
还有适合她的包吗？好啦，因为你毕竟也是一位女主播啦哦，就是说虽然说背那种包包很帅气，哦很帅气，然后可是有些时候像这种托特包，嗯，不喜欢。对，这种托特包其实很方便，很好看。或者是你看这个包。哦哦，这个包有够轻，好有气质，有气质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可是你看，好看对不对？好看啊，好看哎，好有气质哦，好有气质的包，是不是？你的包就是真的就你对啊，一样是一个大，而且这个深度完全可以把它藏住，真的对耶。那个是这个就是你的包了，是不是？或者是。主播有些时候如果要代表我们 TVBS 出去开会，拜托啦！你想想看，你穿着那个西装套装的时候，然后就这样子拿着，开着你的名车，对，我没有名车啦，兄弟。对，你看，哇哇，专业的，对对，感觉上你应该就是拿这种包的，而且你这样子就是那个日韩剧里面的主播女主角，对啊。